世界工厂风水经。十方善知识，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，阮的工厂风水的解疑，究竟是安尼才对，是安尼才唔对？这拢有一个根据，有一个物理学、心理学、宇宙虚空，这个风水调和的法则。也是啊，咱干那一直讲风水咧，无你将这个正确的法甲理，甲讲解是啊，难免咱对风水的定义啊，咱就真正模糊，咱会感觉真正疑问就对。啊，我咱这节咧，还要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。易经甲风水的关系，顶阵咱讲解到玄武、朱雀、青龙、白虎、高亭，咱顶一节咧简单甲各位介绍咧，那么咱这节咧要来甲各位详细咧，啊来甲讲解，让各位进一步了解，进一步了解以后咧。咱要来对整个咱的工厂，或者徛家嘛好，公司嘛好，咱的风水啊，要如何来调整，进一步的认识。那么咱的风水，就根据先天八卦、后天八卦，一调和运转而来。先天八卦咧，都是河道的妙法。后天八卦就是六书的妙法，等于咱一个时钟，起轮、大起轮、小起轮，大的轮啊，好起轮，哈，伊是一个体。啊，那么这个咱的细细个小小一个起轮，嘛是体，佮兼一个用，是体甲用的拢合一。咱的事业的经营嘛是安尼，咱的体就是要赚钱，事业要顺势，将咱的成品，吼会当感觉真正，哈完整奉献，吼伫消费者的面头前，互消费者来真正好的使用。那么用者，就是咱的过程中间如何来生产。如何来制作？这就是咱体甲用的一点。那么体者，就是咱人生产单位的为体，啊，使用者呢，消费者为用。那么两者体用拢爱有一点。风水的妙法嘛是安尼，咱一间厝为体，好，空气也运转为用。然后呢，再进一步呢，咱所发生的，哈所调和的，是不是有进着入法无？这着体用一点。那么咱直接，哈，搁要甲各位讲解，先天八卦要讲着玄武甲朱雀。首先呢，咱来讲着玄武，哈，讲着玄武，这个呢，就对先天八卦而来。啊，顶次甲各位报告个哈，这个先天八卦乾坤卦，
或者咱的厝后，厝后或者玄武，或者秀，哈。啊，那么头前呢，朱雀，一脚是足，嗯，后壁是乾为天，哈，头前坤为地。那么咱现在呢，要来甲各位讲，先天乾为天的道理。咱人的身体，咱的头部先天的乾，咱的三环，三环都是顺阳的。那么这三环呢，是咱的手，咱的脑。那么究竟啥是乾字？好，咱的脑，咱的人呢，后脑有后脑，有后脑为乾。木字是啥？咱的顶，木为顶，木字就是咱的魄力，咱的思想为木为魄力，为光明为光为光明。那么咱的有后脑，咱的头壳有白质的白质，这个脏啊，像青条啊，哈，青条后边白条这个头脑脏呢，就是咱的后边为痕，木字哈后脑。甲咱的这个叫做鼻啊、喉鼻啊、目睭、嘴合二为一啊，整个咧拢是一切运作拢在咱的头壳顶。这为玄武，为乾，乾为天。咱人徛咧，咱人徛咧，头壳是天，头壳为天。啊，为乾，乾者是元兴理精，就大宇宙这个原动力的元气。拢是咱的头脑，真的，咱的脑一部位。那么一间厝啊，工厂，整个咧，伊的运作嘛是这个手是真重要，咱的脑脑部。比如一间工厂咧，啊，我发真侪工厂门入去，后壁开小浪窗，哗哗哗，过入去咧，才会空地啊，空地啊后壁围一个围墙，这种啊，咱后脑空空，或者无头脑。好、哦，这种呢，生意做的拢未输好些。你卡济一摆，都做未好些，赚偌济就了偌济。啊，顶咱无懊恼，无懊恼，哈、啊，就是无羡慕。那么咱一间厝的后边，就是咱的经过财库，咱的智慧的原动力，哈、啊，这是为修。所以啊，咱羡慕者就是咱一间厝的上后壁，啊，那么会趁钱未趁钱，会顺时未顺时咧，嘛完全盖在于咱的思想的智慧，哈、啊。所以咱这节咧，还甲各位讲解一个羡慕的原理，咱暂时休一下，后者再甲继续搁讲解咱这个主。这个羡慕啊，搁一个就是咱人的思想，咱人的知影知，一间厝，一间工厂，伊后脑，吼羡慕咧，厝后真安定的时啊，真安静啊，啊，这经营者伊的思想，继续清，真正清晰，靠理性。也是讲，咱一间工厂啊，后壁羡慕啊，这个叫做未安宁啊。那么经营者伊的头脑往往拢较会落，可见啊，咱一个羡慕啊，咱后脑一间厝的后壁啦，好拢是爱安安静静、安安静静。那一点在这个经营者迄个大个人呢，头脑是较清醒，伊的思想呢较密切。咱有后脑，有想，有思想，必定爱有行行义。知是行，行在咱两个，咱的脚，咱人的脚，咱两只脚。现在讲着着先天八卦的坤字，哈，咱现在来看这个图，这个
坤，哈、啊，这个坤，先天的坤卦，就咱人的足，哈、啊，就是地，哈、啊，就是两个阴爻，两个阴爻，就咱的处境叫做主赤。后面呢，孙阳，哈、啊，这个阴。拢阴，所以阳甲阴拢互相相对待。你看，这个阴者就是阳，这阴者就是阳，阴者阳。顶咱 plus 一点 ，minus 一点，拢相互相相对待。那么头前呢，困住咱的处境呢，一定有缺口，有缺口，互这个空气入来的道理。好，迄个是主食。那么主食呢？站在咱人的讲呢，就是头前，就是咱的嘴，和咱人的脚，和咱人的脚。咱人啊，脚呢有三节，脚盘一节，小腿一节，大腿一节。啊，那合起来呢，好就是三节，两只脚呢就六节，就髋六段啦。那么咱处境啊。哈、哦，都、就是立起的所在，立起的。咱工厂嘛是干安尼，咱一间工厂啦，咱门出去咧，真开朗，未讲了了就塌掉咧，未拔掉咧。这间公司咧，地质经营啊，哈、哦、嘛会较顺势。哈、哦，而且咧，这条就靠贵人。那么咱做啥咧？唔是讲干咧处境尔。咱出去陆陆续续续咧，甲各位来介绍。啊，那么主食都是咱人所对出哩，面头前。那像我即摆多坐咧，向面头前卖主食；恁坐咧向我卖主食。咱面头前个主食，啊，主食都是拢顺阴、纯阴啊。啊，顺阴者就高树端，高树端大地咧。拢是属阴，哈天呢属阳，大地属阴啊，阴者充满着变数，阴者充满着寒，阴者充满着一切的障碍。咱飞机呢伫天顶咧飞，乾为天无障碍；咱车伫路顶咧行就全障碍；咱人咧行嘛全障碍。相对咱个人咧经营事业啊。若是充满着阴，充满着消极，充满着想要伤害他人、占别人便便宜的时啊，咱迄就是为坤、为地、为阴，啊为消极、为妄妒、为嫉妒。那么安尼呢，咱的所拄到的人生、事业的路途啦，必定会继续袂顺失的。咱用个思想个看法啦嘞，好。咱若好朋友，伊个工厂是安尼经营了真顺利个，除了着伊个思想真正大公无私、有智慧以外咧，伊个工厂也是徛家咧，伊个环境有真大关系。因为我看过真济工厂咧，伊个经营咧理念啊，也是伊所做咧，或者是到尾啊咧，为真发展咧，尾啊煞做无成立，做袂顺利个。在在咧，拢甲伊个所住个环境有真大个关系。曾经我看一间工厂，原来啦做得真好，因为工厂空间，所以头前咧，伊就去搁搭一间起来，搭一间起来咧，拄拄啊伊门入来咧，就搭整个一气咧冻掉去啊。原来头前咧看起真舒服，结果咧面头前搁个气一个气个冻咧。啊，机器乒乒乓乓、哩哩啦啦，就去嘞生产嘞，无一个月公司也要收起來。有一天嘞，伊就走来请示贵国先生，王禅老祖嘞，老祖嘞，甲讲，哎，你的厝嘞，工厂门口，哈、啊，未安宁啊，所以你若唔改善嘞，你真紧会倒。好、啊，只有信徒嘞，伊才讲啊，老师啊，我都原来真顺事，感觉到工厂啊，好、啊，这里叫做。哎，伤势啊！所以土地无够，那么伫头前门口就来起一间，整个卖这个卖的部位咧，拢伫甲起甲万万。
算歹以上加歹，啊好诶，煞去冻掉，好歹去冻掉去啊。那么至于信徒呢，等于惊一个呢，啊，紧去租一间厝，租一间甲拆掉，机器呢去租人个厝，做电子用呢，啊，那么才开始一直就恢复起来。迄就是租车，租车就是顺音。咱门口若撞到这机器，哩哩啦啦个，撞到起起哭哭个时啊，这就顺音。顺音呢，一定高速端，啊，经过这气就拔掉嘞，气，啊，拔掉嘞，咱人身体就歹。哦，所以咱一间厝除了羡慕爱安静、爱安宁以外嘞，咱在咱的租车个。的所在啦，咱嘛是爱真正安静，有好这个空气会当对流，真正咱像咱人呼吸真顺气咧。那安尼来啦，这是真真正正符合。羡慕，我讲起就是擦拉车，擦车就对。咱出后啦，热死啊，冻了伤厉害。病了太厉害，那是一个骑机。你后边洗衫机乒乒叫、呼呼叫，啊，抽水的莫打，你后边抽到呼呼叫。一时啊，咱的脑一定会较弱。囡仔的智慧咧，读册咧，功课一直提。这我印证真多，拢是会发生的问题。那么出行的注册，也是讲未安宁。啊，咱啊，啊像洗衫机，每当都甲开遮中，啊是讲冰箱每当啊咯，冰库每当开遮中，或者电视啊，拄伫咱的厝的厝内底遮中，或者咱真大台的吹风机咧遮中，或者冷气机啊、主机咧，伫当厝顶的遮中，拢是租车，租车乱呀，阴电伤乱，烦嚣人。哈，咱所有工厂的员工啊，哈，咱心烦气躁，冤家的机会有够多。那么前动后动，前乱后乱，也是啊，相对伫咱的心啊，咱的心，这是中宫，这是叫做交点啊。咱现在请大家来看，先天八卦，哈，后壁朱雀。哈，头前朱雀，后边玄武，哈，那么中间呢是这个，叫做，咱叫做太极，叫做交点，哈，这都是交点。咱讲的无忌，无忌，叫做中宫、太极、血、心，咱一个厝的正中是阴土，土是阴，有阴土甲阳土。那么阴土、阳土中间呢，伊这个变化呢？予咱人呢，袂顺失。那么头前、后壁，哈，后壁为阳，头前为阴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哈。那么咱后壁的阳啊，热死乱起时啊，哈，就变成有阴来了，阴电，啊，阴电阴气。那么咱阳电不足，咱智慧。咱就歹去啊！哈，咱的脑思想，咱自然受着真大的影响。咱的头前本来各归所用、各归所住的，都是伊，就是注射所阴电。咱阴何回归阴？一时啊，迄就是各自其位啊，各就其职。哈，那安尼来咧？哈，咱的心自然安静。若是咱一间厝啊，哈头前囥到乱七八糟，囥到安尼不搭嘞，门入来塌到弯钩齿刷，后壁嘞无路用的物件嘞，你都垫伫后壁垫到弯钩齿刷，那安尼嘞相对两边一起颠倒，所以会塌掉的，塌掉的是啊，咱人的心啊，就袂好势。那么不只是头前后壁。中宫诶，咱一间厝正中央，一间厝正中啊，咱若是讲有这个起起伏伏，也是机器在震动，或者咱一间工厂诶正中啊，你去做一个喷水池，有爱做景观，一个喷水池好哩哩啦啦咧，
在阴阳二气啦，带颠颠倒倒，倒倒颠颠啦。我也看过一间工厂，做了是袂歹，吼、哦，原来小小啊，啊，佫控件了也袂歹，控件了袂歹的是啊，啊，都因为有谈做加工的，加工啦，那么这个信徒呢，伊啊人啊才注意，就啊，咱都来做一个景观，做个景观呢，互大家会当消这个心情，较起码是较好嘞。哈、啊，然后伊就请一个景观专家呢。头前甲做一个水池，哈、啊，伫中央啊，中央做一个水池，水池做的是啊，水哈哈叫好喷甲呢，真欢喜，开咧咧，员工拢来看，中道时就来看，好、啊、看完水水喷水，好闲咧，就来较有时间来看这喷水啊呢。但是中央未使动，中央啊，咱就看咱来看这个太极这个图，好、啊，来就看这個太极图，太极这阴，这阳。好、哦，阴阳呢，唔是这边拢顺阴，这边顺阳，阴中有阳，阳中嘛有阴，阳中嘛有阴。好、哦，那阴阳阴阳呢，伊这种，但会射，伊会射来射去哈、哦。所以这个阴阳阴阳啊，这里、個、中中一阴甲阳诶，好、哦、是一种，那像咱的暖鬼，那暖鬼呢，两边这边阳红诶，两边这白诶，两红诶白，还是暖呢，暖后面拢暖去啊。所以，就渔民做好以后咧，差不多经过两个外月咧，好员工开始心未安，开始也骨那要小讲，行行刀要小拍，弄个头家咧，感觉真正懊恼，唔知是哪样安尼。啊，再个员工我吼，无采我开遮侪钱，做一个景观，互恁安尼在欣赏，消解恁的心灵。无想到我做了，结果咧，煞予恁大家心里颠倒咧，无法度，哈，得着安宁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感觉讲人感觉未当享受哟，伊就真懊恼。啊，伊个阿姐啊，哈，伊就在请示王禅老祖咧，老祖讲你个厝工厂中中当下阴阳变化不一啊，阴入面好入面歹，晴时多云偶阵雨啊。那么好起起落落，起起颠颠倒倒，等下只水甲漏掉，水漏掉，哇，净灰净灰，好，安尼了，偌稳定。相对咱一间厝，咱厝就深，吼，厝若深，中央咧，你想啊，遮尔深咧，我甲做着天井，天井咧，做着水池咧，都无咧，哈哈叫咧，家内嘛会极限不灵诶。这不是工厂人徛去嘛呢？公司嘛呢？好嘛，有的公司呢，这中间去做一个小喷水池，好利利落落，做了开始公司员工啊，拢是家庭不灵。总好一句啊，咱的后壁羡慕中这个中间合作高点，头前注销，拢是爱会当安安静静。好，安尼呢，咱一个人心。会较安静，究竟伫倒位会使动，倒位袂使动啦。咱后节咧继续甲各位来讲解。今日真正感谢大家，哈、啊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，大赚钱。